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子。现在呢，要去我姐姐家里面，他们今天早上要包很多很多的野菜粑粑，因为我姐要回深圳。她这一次回来的时间不长，准备回深圳，她的同事呢，想品尝我们这边的野菜粑粑，所以一大清早的，他们就做了一些野菜粑粑。早上给我打电话要我进去帮一下忙，所以我现在就过来了。人懒，抄近路。拜。啊、哦，我姐已经在包了。啊、哦，我姐姐已经包了这么多了，你先落点那里啊。六千半。正宗的野菜粑粑。现在要拿去蒸了，要蒸两锅。没兄弟，蒸半个小时差不多，等外面的包完，里面的也蒸熟了。我欢迎你们，注意嘛。哎，阿明，你看，这个凉薯是预定了的，我们要蒸好了，给他们送过去。人多力量大，一下子就包完了。撩你来了，发生了。老爷子亲自下厨给我们做早餐。这个是蒸熟的野菜粑粑，然后等它放凉了就可以打包带走了。你看，在农村一吃饭，然后这个鸡啊狗啊全部过来了。嘿嘿嘿，想吃我碗里面的吗？你没有啊？嗯，没人没得，都关了人没得。嗯。弄弄。哈哈哈哈哈！嗯嗯，你不要。我帮你拿一盒吧，这里面是地瓜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？看，我拿去深圳的凉薯，这里面装了那个野菜糍粑，拜了吧啊！拜。嗯。我姐要去深圳了，现在我们送她到路边去。